我做唔开始，我拄才咧看资料，无注意到你。你即摆哦，请大姐建设比来掏给你，你会当开始练习叫伊当牛。我要你替小春甲资料捡起来，甲伊还起来。方冠杰佫想要甲你做伙，安尼我对伊无信任。你想要甲我签约，我看我拄仔重新考虑。这 Amanda 原来伊是你妈妈的姊妹仔伴。无，我来当差工啊。你是贵宾诶，安尼哪会好意思？院长，你摆拢准备好啊？ 二十几年了，我爬起来，你六岁啊！你敢讲你已经后悔啊？你讲，你敢讲你后悔啊？你是不是有做什么对不起陈静辉的代志？我哪有可能对不起静辉啊？就算讲你甲静辉谁做一模一样，你无资格问我这个代志。我要甲你回信，你即摆走啦！你，哎，干啥？你也真了解这手机啊？这卡手机到底是啥物？你最近甲医生有好无？ 当时为什么代志？我跟梅当伫抓个魏云公，梅应该遇上有问题。梅爷，那是你，你真正有够袂计想的，你怎会知影？不管什么代志，我拢爱不甲清清楚楚，安尼我才会当安心。但是阮结婚的手指，是我甲结婚结婚的手指。会当拄到你，真正是我一世人上幸福的代志。我真正是陈静辉，搞不清白的查某，孤身绑的，我会当有这样讲。